都听到了，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聚在一起吃火锅。但你知道全国有多少种火锅吗？不仅也分南北，火锅亦有南北派之分。北方火锅汤底清淡，调料常常以麻酱、韭菜花、腐乳为主，喝出风味的醇厚，代表有北京铜锅、山东肥牛、东北白肉酸菜锅。来咱北方没别的，就两个字，吃肉，吃肉还是的吃肉。而南方火锅因地理环境差异，大致又可以分为不辣不欢的川渝火锅，执着人均面的云贵火锅，清淡香甜的广式火锅，可吃辣喝汤样样行。我是桃子酱，你最喜欢哪一种火锅呢？